今天打算拍什么呀？小富今天很缺钱，所以不管什么任务都好，只要有钱他都会去做。大强，把钱拿出来。那么今天他接到了一通电话，车厂的老板要求小福帮他偷一辆车子，总价值200万。小福以为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简单，但是没有想到在偷的时候呢，竟然直升机被炸了下来，而且车子被别人偷走后呢，竟然还被改造成了。这样够力啊！把钱交出来，快点拿出来啦，还给我慢吞吞在那边，哇，还跑掉啊！哇哟，厉害，跑掉是吗？我给你死了。啊，反正他已经看到我的真面目了，一定要给他死了。喂哟，好多钱哦，快点拿哦。Yes， 哦，警察来了。哦，惨了啊，我们要离开这边了。Let's go， 走开啊，警察不要靠近我，谁靠近我杀谁。哇，好不容易武力很强一下啊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吃，赶紧离开这边 ，Let's go。哦哟，很多警察来了。我老诶，一票一失败啊。OK， 来，我们赶紧快离开这边。哎，不是，哇，幸好来得及停，不然我窜上去到陆地那边了。快点跑啊 ！Oh no， 惨了，直升机也来了。我们可能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的躲起来吧，可能是要找一些有屋顶的东西来 cover 我们。Let's go。OK， 看来这个地方应该很不错吧？你看这边好像有一个东西可以挡着我，目前是没有警察看到我来到这个地方。OK， 我先下车，先去偷另外一辆车，上去车上里面坐着等着。这样子的话，我相信警察应该不会看到我们了。OK， 冷静啊，我们现在在这车里面等着哦。那个车子阿拉米在响诶。嘘，不要想 ，stop， 哟 ，yes， 我们成功避开警察了 ，yes，very good，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去自己的车里面了啦。哦，有人打电话给我嘞，小富，来我的车厂找我，我这有一辆车需要你帮忙我一下。车厂的老板打电话来了，他告诉我有一个任务呢，要我们去帮他做一下。哦，希望这个任务呢是可以帮我赚很多很多钱的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到达那个老板的车厂好啦。哇，这辆迈 V 红色是新进的货嘞，哇，这辆车真的是帅哦，哎呦。听说是马来西亚很厉害的车诶，老板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咦，老板，你在看什么东西？哇，你在看 Officer CK 的 YouTube 频道啊？没有啦，其实我在看他到底是不是在作假的。老板的意思是因为有超过78%的观众是还没有订阅 Officer CK YouTube 频道的。哼，老板，没有想到连你也还没有订阅嘞，所以还没订阅的观众们还在等什么？赶紧按下订阅还有小铃铛，不要错过我下一部更加有趣的影片啦！既然我收到消息哦，那一个拍摄电影的地方哦，有一辆很豪华的车。款式是多一代 Alpha 红色的，我要你过去那边帮我把这辆车给偷回来，然后呢，我可以奖励你50%，也就是100万。哇，50%就100万，你像这辆车价值是200万呢。呜呼！好啦，这种偷车任务我最拿手啦，不然我为什么叫小富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今天要借你的这一辆 MyV， OK， 我要拿这辆 MyV 过去帮忙你偷，拜拜，我们不用看了啊，我借马上可以拥有这辆车。我们设定好那个 GPS， 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拍摄地点到底在哪里了。拍摄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一边吧？我们来看看一下，到底有没有那辆红色的 Toyota Alpha 啊？好像没有在这边呢。等一下，那边好像有吗？哦，看到了。对了，就是这一辆。哇，好漂亮哎！而且那一边很多人就围着它了嘞。OK， 知道了。那么我们得想一个办法，要怎么样去偷这辆车啊？不容易啊，这边很多保安人员呢。哎呦，你这个人怎么驾车不长眼呢？你这个家伙，好，我下次抓你下来打你一顿。阿林，别下车，现在啊，为什么撞我？哎呀，好，一拳就好。警察来了，你看那边保安人员全部来打我了。呼呼，走喽。我在想啊，到底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啊，可以跑进去里面直接把那辆车给偷了之后马上逃离现场。哦，对哦，我们去工厂那边偷一辆有磁性的直升机，把它给卸上就可以了咯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了，我们到了这个工业区了，这个地方好像已经锁起来了，不可以进去里面咯。去找那个保安人员跟他说话一下。 Hello， 这位保安人员，我是小富，我来这边给你借你一辆直升机，有磁性的直升机可以吗？你有本事跑了进来我就借你。哦，原来要考验我是不是？好啊，那么我去找一个地方进去里面了之后呢，你就要借我了。哈哈哈，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墙壁哦，上面刚好是没有围着那个篱笆的，这个可以跳进去里面了，我们试看一下。哎呀，来开始跳试看一下。哇，真的可以啊。就这么简单罢了。我听到那边有直升机的声音耶，应该就是那个有磁性的直升机吧。哇，看到了，就在那一边，他们刚好是在那边要工作耶，应该是要运那个 container 吧，那个 container 他们要把它卸上来。 OK， 天佑望远镜来看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在那一边啊。
哦哟，果然很多人都已经准备好瞄运了。OK， 我是时候拿我的枪先把那个直升机里面那个给打死先，不然的话呢，他等下架走直升机就惨了啦。一二三，开枪。OK， 哇，乱了乱了，全把他给打死先。OK， 这边打死。哇哇，那个有枪哦，那个有枪哦。OK OK。伊丽星啊，伊丽星，有人通知警察了，有人通知警察，应该是那个保安人员通知警察了吧？对不起啊，我要借用这辆直升机哦。OK，Let's go！ 哇哇哇，那警察两粒星哦，快点离开了，快点离开了！呜呼呼呼，才两粒星的警察怎么可能追到我？他们这个时候根本就不会启动那个空中追捕单位嘛，所以我们肯定成功的。好啦，拍摄的地点就要到达了啦。OK OK， 小心，希望没事哦，希望没事。OK， 把它吸上了。OK， 哈哈哈，吸上来了，吸上来了，成功了。喂，他们向我开枪哦。OK， 不可以不可以，我们快点离开这边先，离开这边先。等下不要直升机被他打下来就惨了啦。不不不 ，RPG RPG， 不要，快点跳，快点跳。哇 ，Oh my god， 惨喽，直升机已经爆炸了咯，不知道那辆多了大 Alpha 有没有爆炸嘞？哎呦，惨了啦，惨了啦！哎呀，不要管这样多了啦，200万的车嘞，我赚100万哦。等下啊，那边好像有人要偷走这辆车嘞！惨喽，他真的是架走了 ！Oh my god！ 停下来，停下来，我要用到这辆车！惨喽，那辆红色 Alpha 被人家偷走了，怎么办？我们无论怎样一定要找到那辆红色车！哎，200万呢！哇哦，耶！都要到 Alpha， 我来了啊！你不要跟我跑！他在哪里？他应该在前面那边，我应该是看到他在那边了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，他往这边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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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你不要跑！哇！我不管这样多，警察追我，我都照追他就是了啦。这辆车无论怎样，我一定要拿到啊！追到了，追到了，追到了 ！Alpha 停下来 ，What the？ 哇 ，Oh shit！ 哎，哇 ，Alpha 车很够厉害啊 ！OK， 不要紧，警察，你们追不到我了，放心，这个是我跟 Alpha 之间的事情，不关你们的事情。警察，你给我走开！想逃，我告诉你，你无路可逃的啦！你要去哪里？我一定追你，追到够够力力，我跟你讲。哇，这帮警察真的是很厉害耶，追不到我就开枪要射死我。嘿哟，没有这样容易给你射到我咯。等一下，他去哪里啊？跑去修车厂里面。OK， 没有问题。你要去修车厂里面是不是 ？OK， 看哇，我好像开不动了嘞。OK， 没事没事，我们现在用跑步进去里面。我们拿着枪，小心里面一定会有人要向我们开枪的，手举起来。哇，真的是有哦。哇老喂，这帮全部是修车老爷嘞，他们知道我来了耶，像刚才偷车那个应该是修车老爷的。哇哇，真的不可以了，不可以了，太强了，我们太强了。呀，去死啊你们，死了吧，还有这么多，去死吧你们全部，真下了不理了，让警察来搞定他们吧。 OK， 去死去死，这是最后一位是吗？ What the， 哎，都要大要放，搞什么鬼，刚才我明明看到是大梁，这么换节变到这个小梁器。喂， What the，哎呦，惨了咯，哎，还可以启动了哦。OK， 不要紧不要紧，我们驾这辆车离开这边先。哇哇哇，哎呀，搞什么鬼这辆车？哎嘿嘿嘿，快点下来快点下来，拜拜哦警察，我们下次再见哦。目前来这辆 Mini Toyota Alphard 呢已经在网络上销售着了，如果有谁有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呢，可以往底下网址点击寻找这辆车的制作者 Johnny GNY。哇，好快哦这辆车，哇老喂，而且它的控制一切很好。哎呀，怎么不可以上去路梯这边的？应该是被他们改装成 mini 款式的关系，所以呢很低这辆车不能够上到路梯。等一下，我要必须要躲开警察前。我的，哇老喂，哈哈。OK， 我还是躲在这边先比较好，躲开警察前。惨喽，怎么办？我明明要偷这辆大梁的 Alpha， 怎么变成这辆小梁的 Alpha？我看等下担心不，我老板会说些什么话嘞？惨喽，车商就要到了，我不晓得要怎么跟我老板交代耶。啊，随便啦、啊，不管他了。就叫他开随便一个价钱就好了。老板，我回来了，成功帮你偷到这一辆 Toyota Alpha 了。老板，这辆 Toyota Alpha 很特别了，你过来跟我一起看，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哇，我叫你偷了 Toyota Alpha 涉水啊！哎呦，好啦，就开一口价给你吧。这个车子涉水的关系，所以你的奖励也跟着一起涉水，所以就5万啦。啊，5万？不会吧！好的，各位观众们，感谢你们各位的观赏，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，记得点下订阅哦。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